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小强打算来抽一波奖，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吧。如果能刷到典藏炮和典藏时装一起的话，那中奖的几率也会大很多。无论抽到哪一个，我们都不亏呀。哎呀，刷新了好几遍都没有一起的，这就有点小难受了。如果再刷不出来的话，那小强就只能随便选一个了。好的，终于刷出来了，而且还是三个典藏涂装，看样子小强的运气要来了呀。我也是直接氪了200块大洋，看看能不能一发入魂。老实说，小强最希望的还是包个典藏炮，毕竟时装相对来说实用性比较低，也就好看点而已。不过如果能200金抽到时装的话，那也大赚了。好的，我们先来两发50试试水，要是能一下子就爆出来，那就最好了。小强可不喜欢玩心跳呀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我们还是用回粉丝的老方法啊，上次就是信了粉丝，我们才抽到了奋进背包的，这次肯定也不例外，大家祝福我吧。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装穷。我们把身上的时装装备全部脱下来，让系统以为我们是个穷苦玩家，而且还是特别穷的那种，这样的话中奖的几率就可能会大点了。小强，你在干嘛呀？怎么把装备全都脱了？我在装穷骗系统，看看能不能包个典藏炮。这方法好像不太靠谱吧？如果有用，大家早就用了。心诚则灵，上次就是用这个方法抽到凤颈背包的，而且有个粉丝两发免费抽奖就抽到了典藏时装了，我就不信我的脸这么黑什么都抽不到。那好吧，祝你好运咯，千万不要上头了呀。感觉小萌不太相信我呀，要是待会中奖了，他肯定很惊讶了。好的，这边小强也是回家拿了个大炮准备自虐，待会我们复活回来找到倒下的位置就可以抽奖了。小强准备了这么久，希望这次能抽到好东西，直接 F5 连抽，给我来个大爆特爆。连续8发都没中，这也太黑了吧！小强可不想打脸，求求你给力点，这是最后一发了，给我包个顶长皮肤呀！什么都好，小强都可以接受的。我的妈呀，这抽奖在演我，真是太难受了！小伙伴们千万别氪金了哟，抽奖实在是太坑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了，我是小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